大家好，我是小孙，今天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收藏的最新版的阿根廷比索全套钞票。好，那么就来一张一张来看一下。首先这张是20比索，然后是50比索，然后100比索，然后背面是20比索、50比索、100比索，背面是倒着的，还请大家见谅。然后是200比索，500比索，然后1000比索，然后背面200比索、500比索、1000比索。这一套最新版的阿根廷比索，正面画的动物，然后这个颜色都特别漂亮，我都挺喜欢的，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套。好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您收看，期待您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